咋了？啥呀啥呀？好多人问，我俩刚结婚，小孩都这么大了，因为当时嘛，疫情原因，所以说婚礼一直没有办啊，所以说今年疫情比之前要好一点了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办了。是这样的啊，我们现在去地里面挖菜，中午该做饭了。来，请进我来。呀呀呀，牛了，再扭扭，来，再扭扭，来。走走，做啥好吃的？挖香菜的搁这儿。不是，主要是来好多回。啥呀？想吃面条。啊，你想吃面条了？嗯。这个是我们村的李二妮儿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村的李二妮儿啊，聪明、懂事、听话啊，善良、温柔，最重要的是还单身。咋了？啥呀？啥呀？那个猫不是我的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你看见兔子了。哎呦！就这萝卜还算大。这萝卜还有把吗？那个呀，宁宁，来，帮忙拿的那个菜，快点。哎哎，地上了，不是那个，你猜着了。慢点啊！哎呦！来吃摘菜，回家做面条是吧？嗯、走，宁宁最喜欢吃面条了，是吧？好嘞，别说了，你无聊，别说了。听你说说话累死了。哎呀，啥人等着你听你说啥？这是我种的甜瓜啊，甜瓜。这是蘑菇。哎呦，这刀子你用不着砍了。哎，这切的真细啊，细的给掏把丝儿了，萝卜丝儿。准备做啥了吗？红萝卜。哦，我以为要做面条了，红萝卜。好。哎，无论到啥时候啊，世界末日来饿不着了。你看看，放了多少粮食？看看你们有多少玩具？看看。哎，他现在的小孩好幸福呀！我小时候啥都没有，玩泥巴。哎呦我的妈！小哥多可爱！快倒油锅热了，直接倒了已经翻了，这样你还远远的放多麻烦，直接一倒，用个铲子一个翻，你这样多麻烦呢。要炒菜好吃呀，火要开大，快大一点。
经熟了，石丹强、吴日景，都这平常练都在这儿嘛。相知相守，问地久天长。